久嘅感情，抑或轰轰烈烈嘅激情，从来都唔系两个人嘅事。而贡献社会亦都系一样，唔系一两个人嘅事。其实社区上有更多更好嘅服务，受惠嘅都系我哋自己。而值得高兴嘅系，我哋社区上有好多热心人士都系身体力行，就好似我身边呢一位著名嘅排舞导师余穗心女士咁，亦都联同三位资深导师一同嚟到我哋当中接听大家嘅电话。各位学生，快啲打电话嚟捐款支持一下佢哋啦！筹款成绩美满，全赖各界支持。谨代表万常会同埋新时代电视，多谢各位善长人翁嘅支持同埋鼓励。我哋会继续以扶老慈幼嘅精神为华人社会服务。承诺大家，我哋一定会同心协力做到最好。再次感激你哋热烈参与，多谢。